先拍一下。我们有一个是帮忙，帮忙。我一个员工去帮忙，我们去帮忙的。我们先拍合照，那个叫什么？是我们很好的朋友。来，那个也是同学，你要不要一起？我没关系，我拍照。对，我拍照。好，来，南坎儿童艺术园区，赞！没关系。人文国际，赞！我们一个动作，好，儿童艺术的动作，小朋友都比较可爱。See children， 来 ，see， 大家走，往左边，往左边哈，往右边就变香奈儿了哈。好，来 ，see， 三、二、一，好了吗？好了，好，谢谢。现在我们把时间交给我们导演刘小老师。好，你好，来，各位艺作跟贵宾，大家早安。早安。欢迎来到我们儿童艺术村。好，那大家相信，各位地方士绅应该都知道，这个地方是以前我们内政部北区的儿童之家，所以你可以看到它每一个展间呢，都一间一间像房间一样。那我们这次的展区呢，主要是因为呢，109年到110年的时候，文化局又花了2年的时间做文物普查，调查了桃园市这个所市内21所百年以上国小留下来的，包括日治时期到民国时期的一些文物。好，那我们的主题就叫做逃学日课表。那大家想到日课表，会想到说，哎，是要做什么？日课表是什么意思？上课。对，上课，对不对？学校上课。对，学校上课的一天就展在这8间的一个展区。那我们就先从一些简单的教育的教育史来开始哈。那刚开始我们台湾发展初期的时候是先被谁占领了？被谁统治了？大家知道吗？日本，初期哦，16世纪的，对，答对了，聪明聪明，对，没错，大家都很有 sense 啊。16世纪的时候，荷兰人来台湾统治的时候，其实他是为了要传教，所以他用拉丁罗马文字来教什么呢？教所谓的圣经。好，那到后来是郑成功来到台湾，开始办学了，就变成太学啊、儒学等等，主要就是教一些四书五经。好，那到了清朝的时候，书院跟私塾是非常的兴盛，一直到日治时期结束，到1945年，这个私塾呢，其实一个非正式化的这个学习的场所还是存在，但是在日治时期，很明显的有一个划时代的改变。怎么样的改变？就是办理学校这个学制。好，那学校呢？学校的话就分为公学校、小学校以及所谓的翻同教育所。好，那我们接往下走，公学校呢，边走我们边讲。公学校就是台湾人所读的，小学校就是日本人所读的。好，那翻同呢，就是所谓的当时现在的原住民。我们进到学校来呢，就会看到有这个孙中山的铜像，对不对哈？但当时在日治时期的时候，其实是有这两位所谓的二宫尊德跟楠木正成他们来代表日本人的一个这个楷模的人物。那在民国时期就变成了孙中山。在这一区你可以看到有许多的日治时期明治还有那个民国时期的一些注册啦，或者是严格史，可以来参考一下。好，在我的左手边，我们很快的看到要立正站好，对吗？好，立正站好，其实就是升旗朝会的时候，在日治时期他们会拿出像这样子的一个奉安库，里面放的是天皇的像以及教育赐予。好，教育赐予教的就是五伦，哪五伦呢？君臣、父母、夫妇、兄弟、朋友等等。好，往下走，我们上课完上这个朝会完的时候，准备要开始上课。好，桌上的这些你看到的文物，大部分都是民国时期的哈。这个还是比较好。那像这个课本，应该是所谓的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经历过这课本，应该也蛮熟悉的。好，那你在这边可以看到，这边只有两个地方有日治时期的东西，就是它的这个在影像这边有一个这个修身科，里面教的是一些日本的传说故事，主要就是要推广这个中
争报国，报哪一国呢？日本人的一个概念。台湾总督。还有，对，还有这个是东学校当时的一个历史的那个历史地理的一个课本哦。好，那我们就往后走。上完课了之后，肚子好饿，对不对？开始要吃一些午餐，但是当时在日治时期并没有这么的没有物资这么的怎么说？当时的物资非常的匮乏，因为有经历到二战哈，是一直到呢1960年代以后，美国经费经济援助到台湾来那才会开始试战这个营养午餐哈，那个时候慢慢才开始改善。好，那么往下走，吃完了东西之后，我们要来测量一下我们的体重、身高到底有没有一些变化。主要日本人就是要记录台湾人他们的这个身形有没有健康，以及呢在平常日常生活中他们建立所谓的卫生习惯，包括老师会教他们刷牙以及使用这个牙线牙签等等。那我们再看到我的左手边，我们上完了我们的这个保健室结束了之后，接着呢上课不见得一定要是所谓的正课的也有一些比较陶冶身性的课，包括音乐啦、美术啦、裁缝等等家事的课程。上完课之后，课后时光有什么呢？课后时光我们就专注在这个电视当时呢，课后时光有古董的这个电视柜，就是有电视可以看好。那其实在日本日治时期的时候，我们就引进了这个日本人引进了棒球跟网球来当他们课后的一些休闲活动。那是到1960年代这个红叶少棒队成为当时我们台湾人的一个骄傲跟一个风潮所以那个时候大家都会聚集在电视前面一起看这个棒球队，甚至红叶少棒队呢，他也夺下了世界冠军，成为我们台湾的一个传奇好。那么课后时光结束之后，来看一下这个地方，就是大家可以打卡拍照的地方，毕业典礼，毕业快乐那这个棚呢，就是完全参照在民国时期有一张照片写的“鹏程万里，祝福各位毕业生一帆风顺突飞猛进”那它就是仿真的这个布幕来做一个介绍。等一下呢，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在这边做拍照留念。好，那我们导览今天到此结束。谢谢韩老师，谢谢。我们非常谢谢韩老师，谢谢。等一下，我们的活动大概这个集体的活动到这里，可是个别的活动大家还是继续。你可以看看我们的市集然后中午大家有空各位贵宾有空的话，我们在我们新的餐厅，我们现在新的比较小朋友型的这个食堂我们迪界食堂，大家在那边用餐，好不好？欢迎，只要带来就是我们的客人谢谢各位，谢谢一座，谢谢一座，谢谢，好，一座，再见，好，拜拜。好，那我们找谁？好，是，我们就大家自便还有时间的，我们到我们办公室楼上坐一下。